今天我又来到了大学生这里啊，碰到了大学生在做饭吃。这个大学生也碰到我来了，他就我跑这边走了。大学生等一下嘛，等一下，今天是什么好菜啊？哪有好菜吃啊？啊，是在穷的地方养。哈哈哈。哎，这个大学生很害羞的，是吧？大学生，是不是很害羞啊？这个大学生很害羞的，别人拍他，感觉不好意思，还会躲起来，就像我们小时候一样，在老家见到了生人，就很害羞，然后就躲起来了，一个道理啊。他的话感觉就像我们小时候一样。这个是他的衣服啊，哇，这是他工作的衣服吧，都有点脏了，脏脏的。然后这是他的包，他每次出门都会背着一个这样的包的，这个包的话也很古老了。这有一个吊饰，然后这个就是他的水吧，哇，还有这里还有包子，这个是他的早饭，他早饭都没吃完，早饭都没吃完就是中饭了。大学生，你那个早饭都没吃完，你不要浪费了。这里还有三个包子，这个是他的那个东北帽子吧，不过在这个横店用不上，这个横店不是很冷。这个就是他的做饭的小炉子啊，这么脏的炉子是不是在那里捡的？太脏了。今天的话终于碰到了这个大学生啊，平时的话很少能碰到他的，平时的话他都是在外面干活捡破烂，因为他那个房间面很多破烂，哎，不容易啊，在横店没有一技之长，在横店很难发展的，吃饭都是问题。这个大学生非常害羞，见到我们都是躲得远远的，有的时候你要跟他好好的沟通，他才会跟你说几句话。好了，我就不打扰他了，那我今天就走了。大学生，我走了，我走了，你出来吧，外面会晒太阳。